如果将你的一生来换了109600年这一段，这是很重要。那我们信要信什么？上一段我们都谈愿了，愿是我们办到的主的路标嘛，一个方向。我们前一段都在谈那个信愿愿哈，谈那个愿，信什么？好，来，古人说呢，修道入门呢，花心为首。刚才后学要你们一定要花心，不要小看了刚才九胜一环，不要把它当作开玩笑。你既然开口出口为愿，但你出口为愿，你就朝这个方向去走，去走出现的问题而已。你朝这个方向，自然而然上天会帮忙你调整你要的脚步。一定要有些想法，因为成功的重要关键，第一件要怎样？要敢想，你连想都不敢想是不可能的。我就记得我的二女儿考上立德管理学院，考上立德管理学院之后，刚好在读第一学期的时候，有一个经验，我看到一个海报说日本教育经验奖学金来这里征选人才，征选学生，只有两个名额，奖学金哦，全额的哦，全额。我叫女儿去考，我女儿读书是读得很成功的，才会考到立德管理学院，对不对？很棒的，才能考到那边。他说：“爸爸，考什么？考什么？就这样啊。”当然，在传统的思维是不可能嘛，对不对？他既然考到那么好的学校，已经我们台湾最后一所了嘛，对不对？哦，不可能去拼那个国际级的那个考试。我说：“去考。”爸爸从小就教育你们。我们翁家考试没有再靠实力的、哦、我们是靠上帝，那上帝就要靠运气，运气就要靠福气，福气要靠爸爸妈妈一直做好事的德气。因为我相信这一段时间的爸爸妈妈做了这么多的好事，你们是有福气的，去考，真的可以考到立德管理学院就已经很厉害了。也要有这种父亲啊，敢想嘛，对不对？敢想嘛，啊，真的就去考了，我陪他去考啊，面试的时候我陪在他身边啊，我们两个大腿靠在一起，他一直在上面发抖，你知道吗？我又从我的脚踏在他的脚的上面的一直给他硬啊，他保持这样啊，下面一直抖，一边踢挡啊呢，这也还保持这样笑脸哦。对，考试之后我就换张名片给那个教授，好，教授说换他的名片就给我，因为一般的礼貌，人家给你名片，你要给人家哦。有名片给我就是的话呀，你听好不？有名片我就知道你的那个信箱了嘛，就写了两封信，一封就我女儿的信，哦，我有强烈的企图心，想要得到这份奖学金。如果这个荣幸得到这个奖学金，以后学校一定会以我为荣，还有理解不？你搞不好我要得诺贝尔奖那人啊，都有可能，对不对？欸，如果你是教授，你会不会给人奖学金？欸，这人敢讲话讲话这大声呢？以后学校会以我为荣呢？表示搞不好我要当总统啊，以后当什么立委都有可能吗？都有可能。那我也写了一封，我现在看到教授的风范，我很安心的将我女儿交代给你。话不要多了，都没有用了，就两封信。其实两封信。是一个爸爸写，一个女儿写，都是爸爸写的，啊，很简单，就给他送过去。好，一个署名是女儿，一个署名是父亲，送过去。真的，一个礼拜多就接到通知书了，恭喜你录取了，前面64000块美金，我当初把它换算，刚好是224万台币，那个时候刚好可以在这里买一栋公寓。接得起来吗？接不起来，怎么装都装不起来。所以我就用这个实力来引导你，不要小看你。哎，我是怎样？我有办法九胜一环吗？我有办法普度众生吗？你的心不要想你自己，只要你有发起的心呐、啊，发心有发起来，有力量啊，力量那个红人，那是上天的事情，不是你的事情。就是你连发心你都不敢发。连想都不敢想，真的别人没办法帮你。你要我救你，要不要伸手来？要不要伸手？要。我现在我那个小孙女哦，在游泳池里面就游，就拨一直拨一直拨。
啊、他那脚拨玩手拨脚踢，我就念他叫手拨脚踢，他有时候搞错了，啊，越有越严呐、啊，哎呦，阿公救我啦！我、啊、你救啊，他手就伸着救啊，你那么有怎么救你？啊，这一直踢，一直踢，一直往后踢啦，越踢越严，阿公救我啦！说你越踢越怎么救你呀、啊？这越踢往后踢，踢错了，踢错就往后一往后踢，后来跳下去，把他拉上来，对。所以你要我救你，你总是手要伸出来，对不对？对，你要上天帮你的忙，你要不要发大心念？要不要？要。所以那个世俗的证明，你看，我除了感恩之外，还是要什么？还是要感恩呐、啊！啊，那是真的呢。人家读毕业了啦，已经毕业了，奖学金的给你，全部都毕业了，啊，也考到名校的研究所，也毕业了，现在已经在。公司照做事情了，也做得很好，哎，说不会写数学不没有关系的，三角函数不会没关系的，会算汇率会算利息就好了，知道吗？哦，这两点要算清楚一下，其实都没有关系的哈、哦。读书不是决定一切的哈、哦、啊，但是不读书哈、哦，一切就不用决定了，对吧？读书不一定会决定一切，读书不一定会成功，那不读书成功很困难啊！我们怎么这么讲？这么讲？嗯、好 ，OK。所以修道入本是发心，那个心发起来，哦，我要普度众生，我要九圣一环，你要发这个心，上天才能慈赏给你，才能拉你。好、哦，修行即悟就立愿当先，立愿当先，愿很重要啊！事实的证明，我就常常举我们这个小朋友的这种愿力，哈、哦，我儿子那时候来参加重武啦，下个月要回来了，要毕业了，已经要毕业了，那这个也很可爱啊，你看也很可爱。伊嘛讲无可能，我你得给他赏出去，送出去，你知道吗？最起码你老爸还会烧大把香呢，还是有用的啦，就进入那个加州大学。那个都很困难的吧？你看看怎么能进去呢？我说就是这样啊。我们修道人不能以人的立场来看人的命运，知道吗？用佛的立场来看人的命运，你用人的立场看人的命运哦，你阻挡你很多的好的因素哦。你做好做些好的物件，你拢无摕到，你拢无得到，没有得到，你就不敢，你永远就得不到了，哦。所以立愿为先，心发呢则众生可度，哦，愿力呢则怎样？佛道堪成。你看那个发心，所以我们这个堂课真的是很重要。恭喜在座诸位重启的所有的同学，所有的家人，很不简单。刚好整整今年这个月刚好是整整一年呀！你们当以后都可以说，你们知道吗？我们重启的读一年就立下了九圣一环呢。从五的要读到三年才立下，我们第一年就立下了呢。那时候一定要想到我，知道吗？当初因为领导引导我们才立下那个九生一环哦，恭祝大家哈、哦。所以你看，你愿力的活道看，活道一定会成的。朝这个方向立下了愿力，就开始朝这个方向去想它，去想你要去想它，想你会慢慢会感应到很多。哎，为什么会这样呢？会感应到。就等于说各方贵人来相助，就各方的贵人会来助你了、啊。你看我上电视那个钱啊，汤总裁出的呢，我们哪里有钱去出那个一天两万块，我们去哪里拿两万块？你看就是有那些贵人，这个叶董出的这个机器，这个录影机，这一台130万，一个叶经理他是董事长，他出的。他如果没有那么早熟哦，搞不好不我们现在上电视了都有可能，对，总是有一些，只要你做对了，助人的人，你就会找到一些志同道合的人。不要以人的能量来评估你自己，不要用人的能量。你用人看事情，这是在人的能力而已。当你今天修办到的事情，不是人的问题，那是上天圣贤仙罗了，上天的事情。那格局整个思维都不一样，一路上后学都是用这种方式一直在引导。这个整个的设备，整个的设备，这是很多钱的，总是有人会替我们出，哎，就是那么的可爱啊！哎，有人亏空了，
我们去帮他录，都说不用钱，都不用钱呐、啊。我们孝顺，给我们一个孝顺的机会。他包的红包哦，比那个请的还多啊、哦、因为你的价位，汉真教的那种格局是不一样的。你教的就叫标准教，人家格局是这样，啊，真的就，因为你有做发心面嘛，做好心面，那整个就不一样。来，愿呢啊是弘道的一个原动力哦，发心愿大怎样？成就就大，成就大。南海观你叫什么愿？吾欲天下众生誓不成佛。你看，南海古佛他说：“不度尽天下众生，誓不成佛。”请问他有没有成佛？有，他也成佛啊，他也成佛，怎么没有成佛呢？所以你不怕你刚才立了九圣一反嘛？没有什么好怕的，你立下去，就是你不要间断，你都心中就有这件事情。你朝着事情去走就好了，就慢慢会改变。你看，我九圣一环，请问我有家庭吗？有。请问我有子女吗？有。请问我有老婆吗？有。请问我有事业吗？有。哦，请问我有人际关系吗？有。都还是有啊。我们白羊级修到本来这些都是有的，都是有的，根本不会去影响你的生活，各位都没有影响，不但没有影响啊，你的人脉会更宽广，人脉会更宽广，好，只是时间调整的关系而已。所以立下愿力之后，立下愿力，你就朝这个方向目标去做，自然而然的就各方贵人会来帮办完成的这些事。释迦牟尼有度了什么？立了什么愿？度尽恒河沙数，誓不成佛。你看哦，释迦牟尼有立了这种度不尽恒河沙数，恒河的沙有多少？多到算不出来，对不对？就表示说我的愿就大到我不能讲就对了，因为众生每天都在生长出来嘛，哦。众生永远是度不完的啊，那恒河沙数也是永远是数不完的，就表示立下永远度不完的众生，永远度不完啊。那请问释迦牟尼佛有没有成佛？有成佛，有成佛。来，地藏苦佛立下什么愿力？无度尽地苦海轮，誓不成佛。哦，你看他立下度不尽地府的鬼魂，誓不成佛。就现在你在这里上课，你的祖先如果没有回去理天的，他在地府，他是可以拿了一株花，白色的花，可以在地藏国那个地方听经典的。我现在度一个啊，董事长啊，他开口说两年后要跟我修啦，两年后啦、啊、他开口就开口嘛，没关系，有开口总是比没开口还好，对不对？啊，我就跟他说啊，其实哦，不要等到两年呐、啊，慢慢越来越熟啊。我说两年哦，最近我一个朋友四十几岁就死了，你知道吗？哎呦，你不过，你不过，你不过，我不是说你啦，我是说举例啦，举例，我慢慢开口啊，因为比较熟了就可以讲理给他听啊，不要那么久了。哦，其实哦，当下就可以了，为什么一定要两年呢？不能要两年哦，但是众生就是这样嘛。所以我们这一堂的信念行政，希望我们各位啊家人同学听了之后，又是你今天立下的九圣一环的一个这个大愿，好，希望大家都朝着这个方向去走去做，好，最后一定会成功。最后祝大家法喜充满，谢谢。